来七八块两，今年动作快啊，五只、六只、七只，来八只，来九只、十只，你来七八块，安尼拢抓着阿爸一样，七八块，还要收一百只啦，发一百都不要难。来，各位来要捡八只啦，无？有啊，吼、哦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要吃啥？我放发金。啊，有啥？五百呀。五百哦，哦，我吃，我要吃五百啦。五百加洗出来，来五百。来来来来，吃五百来。来，一般我的五百，真正好吃，这一袋百五种，你要几袋？哎呦，一百五。啊？哦，汤的有汤的黑哦，哦，汤的蛋蛋蛋。来，一八五五美国。板件我难带的呢，来买五百，这样买酒来三百块完，三百块来，喜欢吃牛排的，这个真的是好牛排呢，来三百块，记得给我。中间的三点三八都给我，来三百多，四片给你，来进来啊，难带牛排来，三百块来，真正好东西，来三百弄啊，然后我两个半，你讲要坑你啦。是啊，我要汤的啦，汤的就是这啦，五百汤的啊，这个。哦，来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来三百块了，三百块来，这个来，要三百我来，来几包给我哩，这两包要请你，来五包哩，来三百块来，真正。黄龙牛肉汤过来要叫。三包。牛肉汤有人需要吗？有了哈。哦。这个卖过了哈，我说这个。来这边。这也卖一百五。太便宜，两包我呢。来啦，要吃香酥鸡，赶快哈！五五啊，快来哈！五包一斤，两百块，买袂少百五了。不是一超好吃新产品，来一百块我来，一百块。香酥鸡，香酥鸡来一百块了，两包哦，两包哦，一斤单哦，来一百块了。赶快，还有香酥鸡，还有，可是要稍等一下啊、哦！哎，对。来一百块，三百块的给。香酥鸡一百块来。来两包哩，来一百块哩。一人一百块，来各位来要吃香酥鸡不？两包一斤重，两百块不要了，一百块，要收几啦？别嫌咩啦？来一百，拢准备了没？一百块，来大哥来，赶快。来一百块，来赶快。一八五五。来一百块，各位三百块了。来一百。有什么好挑剔？鸡肉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上锅后，那上锅来吧。来，金价喝起来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吃。六包，一包两斤重，贵大吼，肉多多哦。六包，这样还入两包啊，金价喝起来。真的有够好吃的，加热更香分，会被冻冻多一下。这人一包买无要紧，哦，你若食好只就安尼啊，拢买不两包。这人一包免两百，这一包两百算少啊，百块来一百块来。一百块哦。你食着知影我咧卖啥？南洋咖喱啊，南洋咖喱鸡啊，来啦，一百块能。一点二公斤。足好食，真是很好吃。来一百块，一百块俩，来过我来。来者一包一百块是咧交朋友俩，伊讲说一包一百，趁是趁钱啊。无可能太急了，是啊，搁咧找啊，诶，找无啊，嗨，对，物件收济无好找啦吼，啊，乌龙面给我啦。来，一百块三百几条，几条啊？小鸟，恁那个休困无上课？你无啊？纯只小鸟。煮饭洗碗。来，一百块多，一百块来，来吃阿妹关掉吼，来，几条？阿弟来了，谢谢。来，前面来照快点。来，一百块弄关了啊、哦！南洋咖喱鸡真的很好吃哦。来，大哥另外几包，你说真的，多买一包，真的。来，春家两包啊，有人要加买一包吗？不会惊动哦。春我包两包啊，来，大哥来，大哥来包掉啊、哦！来，一百块够三包买掉，来，头前面上来。来这边，谢谢。啊，大你卖不卖？你卖包要开，要开。线上怎么交易？来一把春沙包，你要嘛在现场买，要嘛买宅配。你把你想要的东西记下来。南洋咖喱鸡一百块，传送到09607202。一百块，一百块拢完哦。虾子水饺。我该洗过的。来海北三个人可以来开三八遍啊！要几啊？给你两百块，两百块来。
三个客人买这一盘，来几个人给买球，来两百块完。上上买几个啊？完啦，皮啊拢买了吼。来，来大哥买来见。来一个给我。来三个客人而已，赶快。来，赶快，赶快哦！来，两百块来，还买加两百块，都有了哈、哦。来，这个来，大哥谢谢。来，两百块，来三个人给来。三位客人这边呢。来，追叫两百块，追叫一百块，一百块来，要吃追叫的来，看要吃追叫。来，意大利面。一包，三包。三包，唔免三包，三包你要我得。当然你要冰的，我上好一包。黄包怎么带？你冰没得，就是一包，一包可能一百块来。手工水饺，超级好吃的，来一百块，拢准备了，手工水饺，来一百块，通通有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来后，哦，他也要串人干，你老师。来，猪肚胡椒炖全鸡，这煮一家哦，也先拜拜哦。来，要吃来五百、七百，这样要吃三百了，三百块来。一样好的，快进来来，这样要一只，要两只都不要紧。我还在处理东西吼，等一下。两只，来后边你上面两只进来，进来。来阿姨，你要几只？一只好。来二样好的，来后边进来两个。南洋咖喱。来两百五，赶快。一百八。阿姨要吃多少呀？多少？一只。来二样好的，进来进来。来两百五来进来，剩一只。拢准备了啊！不要诋毁我，我哪有在亏妹子？最后一条，我什么时候有亏妹子？最好就行吗？我什么时候有？不然没了啊！我约他们出来过了。不然没了，我就变变了，无啊。最好就行吗？无啊，第八啊。一整整三毛钱，非常好吃，比头头都好吃。来，每个八，来三百块，我来第八啊，三百块，招一个人去吃第八啊。来三百六，五条你，六条你，七条八条你，来三百块，咱们吃第八啊，炸了。到我们这边来十条哩，来三百六，三百块，哎，这北包啊，足好食呢。不要问什么价钱哦，等，我俾你钱，贵个。我相信连板娘都不知道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卖多少人，三毛就得。两百块我来，两百块北包啊，大家没有怀疑来两百六。我需要北包的话，两百块。我要再三个，来。十地，十地，十地，两百娘，我白俾你看。白爸爸真有真甜啦，啊，还有豆吼，你个好调不要紧，同俺食吧。豆，你拍摄我十地皮两百块了嘞。豆家己学着无？来两百了。啊，还有两粒蛮好调呢，迄两撮咧真足香的呢。来三百要哪来？两百块来白爸啊。来两百块，搁有三百块着。来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来十条你来。三百要哪来？两百块拢白爸啊。还拢看着吼，来七地、八地、九地来十条你。来三百块，都拿到了没有？北八，三八，不要不要，两百啦，好要。来北八两百块，我让我备掉啊，北八。来来来，来干杯，买1000块，1000块来，干杯买1000块太多了哈、哦，外国哈，无法1000块，无钱来换干杯啊，有大了无啊？对，打针钱还有的，来不要买1800了，来要真干杯的，来500块来。我爸过来，两斤哦，你一公斤，我你等于整整的好吃。来，我爸，啥物食敢买？到尾要来未啊？哇，天气真热，即阵啊，大家生活真辛苦。你两斤啊，我要买五百，要带给大家。两斤啊，499啊，哎，400块，真要带呀。来啦，三个人计先标出去啊，免五百，免四啊九，四啊八，四啊五。你又无得买一克啊，莫讲两克啊，两克拢互你来400，来300了，300块来干杯，来300块来紧嘞，拼来干杯300了，来这你也袂好来干杯哇嘿，来300块俩，袂卡紧嘞，2盒300，不是1盒300，是2盒300，还有人没有拿到的吗？干杯，都拿到了哦，安尼我就不爱贵啊哦，来干杯300，有啊，来大鸡鸡腿有人要蒸无？这个是色啊，你给它加热就好了啦。这气味拢给你调好啊。来，要吃牛奥良大鸡腿，来开300块，300块来，就掏钱要来，大鸡，大鸡嘛，来300块，来两鸡哦你来，来三鸡哦你来，来四鸡哦你来，一只百五，来五鸡哦你来，哎，300不要加。处理机器，等下再跟你聊。五鸡呀，对，这色个啊，加热就好了，来200块。
200块，牛蛙凉大鸡腿，烧鸡腿，看老姜，两包，那风味各有个。没有啊。我跟你讲哈，这箱我是用来起家。对不起，兵哥，兵哥，下次能不能起？这箱我是用来起家，这公斤啊，这几家做好价，但是它已经少了，所以啊、哦。走了就是这样啊，要怎么买？你要到现场拿，还是要宅配？要宅配的话，记住电话0960720720，把你想要的东西哦写好传过去，或者是打电话过去哦。OK， 林哥啊，抓几个玻璃啊？抓玻璃啊！来，一百块来。要求人买200，你就买100，然后给100块你起价，100块，100块根本都不需要考虑了。对啊，小姐，你再拿钱给我是不是？为什么要想那么久呢？3只100块还要想那么久？两个，不要想了，2只100就可以买了，来3只。你的刀还你。好，谢谢你。来100块，最后2块了，是吃的了，起价了，最后的3只100块。哼。这边送的，工资也太紧了。来，最后姐来，给最一百块，给我上门发了。来，最后一位了，都有了哈。好，谢谢了。拿给一百块。还好赚呢。他们我袂记炸出来的。来，虾我来。来，虾子，刚才谁买的虾子？来，虾来。大哥来，我要解释什么？我刚刚在处理机器。来，你们要我解释什么？说。来200块意大利面，最后一箱了哦，赶快哦！来200块来，意大利面200块，3包4包来，来5包2包来，来7包8包你来，来200块意大利面200块，8包，两个欢喜，两个包，来2包咯，来6包，来7包8包你，来200块，意大利面够来没加吧？来大哥来，来2包咯。来6包，7包8包，来2包，最后2位了，意大利面无啊，来2包，够三包没了，2包，统统没了啊，红边哪个好价？来2包，统统有了哈，好，谢谢。那个是你功力不够啊，安尼价格袂卖，干袂卖，我恁买无意大利面啊？猫咪会被打，小家庭并不价，4包一样便宜给大家200，100块就好了，就能杀死了给你。好停，好啊，我包邀3个半而已，就不要一个上，我得到，好啊，就2包。你别在你喊门关的外头的来干贝酥再一次啊，酱汁沙肉，到给他一点。好啊，17包不抬价。杨虎干，你这些东西你要还是你要能打什么东西？刚才没有买到的快点，我也不知道。今天一份200，不用了啊。他多买200，拍谁啊？我等下把宅配电话拿上，丢上来。200哦。餐厅板凳个价钱哦，来700块完，100块来。干贝酥100块，几包？几片？20袋，他给5袋来，25袋来，100块了。干贝酥100块。真真季节7、3包多好食，来100块呢。干贝酥100块，做早餐、做点心、做宵夜都可以。来干贝酥100块而已，25两，我了要叫欧北北等我了。这怎么样？100块的生肖啊，不二十五两啊。来25颗哦，来3个客人，谢谢。来黄豆，来鹅阿伯200，来100块来。来，我把宅配更新置顶了哈。来100块，你们自己这样再传过来过去，100块，这个不用介绍他们讲哈。来鹅阿700块来。动作快啊！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来，我要请两个人。来，这样子，没有了，来100块，最后2包都买到了哈，剩2包呢啊。来，还要吃龙鳕鱼啦，开3包面来，200块完，好多真的要发火。啊，车站好好，车站都未出到来，也好就惊啊大地。你要问，你要问人家。好，没3包，赶快200块，这点够请你。来200块来龙鳕鱼，2包肉，来大哥来，用煎的清蒸都好吃，来再找你哦。来200块你。如果是狗派的话，你就说，哎，我差点细掉你了，得准备你五十块，再抓点的，再碎掉了。来200块肉。喜欢猫的你才说，我来给你做快来，最后2位了，龙鳕鱼，来200块来。哎，香在哪里？
可以煎煎八爪鱼哦，来两百块，来这一箱卖我做完就很好，你冲啊未来一直讲，哇，来两百块来，哇，这不包的代志呀，一动，来两百块来最要紧，啊，无你抢买，拢准备了吼，我做八的啦，所以我抢二三斤尔啦，我不抢四斤啦，来两百三百，这点去送你，来两百二。一点都赚的啊！来，最后姐来两百块呢，都准备了哈。太讲啊，他要同学拢看直播，你也讲讲出来。啊，何时何？上悬的四十九岁啊！上悬。我考四十九分，教你老师，我无甲签字，我无甲签啊，拢我袂使。来，请等啦。对啊，卖讲啊，看我签。好，无重点就对无。无是因为伊开好啊，因为他烧好了。哦，回去直接煎，回去直接清蒸红烧就好了。来200块来下张，冷爆过来。来，请求姐妹来，姐俩进两三十个啦。请。背不有你来冷爆过下张上面讲。他姐阿妹下张顶不凶，哦，但是开好啊，卖相不好，杀好了卖相不好，可是新鲜。一人八只，来一百块完了。今天不要卖200了，来100块来下张，一大包的。大家先不能卖一百啊，你直接单杀完了。还是也要哦。解冻，建议煎撒胡椒就很好吃了，来100块下张够吧。三加四加五加六加，来七加八加你来下张，一百块的，也不要少啊，也不要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你来下张，来这么快就下张的来一百，100块，拍死哈，这下子希望还无啊。没有恰张了啦，来请爸过来，来我家去家，来被家里来请爸过来恰张，来谁没有拿到鱼的赶快哦，有人支援啊，就别别别请爸好，请爸都恰张请爸好，都有上门挂着恰张哎，拢装备了啊恰张，好吃真正好吃呢，来好来，来请爸拢话哈，哎拍死，都有收好了。我再收百块啦，我多。鲍鱼，鲍鱼哦。来，干贝酥，刚才谁买的干贝酥？来，三位客人，来，三位来。就是如果喜欢鲍鱼的，就说，哎，我家也有鲍鱼。三百一，上面。三百一，我家有小太。三百一腿，哟。来，毛豆冷拌或来毛豆，熟了这种天气就是要吃毛豆，冰冰凉凉的多。这些呀，这样就能吃了。来，沙鲍鱼，来冷拌好。大家拢我哩优待。安尼爱卖到几点啊？我爱讲八天，来一袋两袋，三包两包，三包百五，来一百块了，100块来，毛豆一百块来，三包哩，来一百了，个人爱食毛豆会较紧嘞，来三包哩，来一百块了，100块来嘛，买一百了，来毛豆嘞，来赶快赶快，100块而已啊，毛豆无啊吗？不开心了哦，来毛豆一百，三包买上去。来，大哥哦，来100块而已，赶快哦！来，100块俩，给你毛豆，买100了，100块，100块，个人买你个毛豆嘛，给你春节也无好。来，3包200，来100块来，我你带来买着，100块，通通买到了吼。如果跟会大叔好，要毛豆3包100块，要不要看一下？正好请。来，啊，猪蹄花，猪蹄花来。来，上面吃牛肉200块来，不贵的人家啊，金蛋卷来200块，3包来4包，你来200了，4个客人而已、哦，只有4位哦，来牛肉200块，来大哥一样哈、哦，来3包来4包的，烤洋葱最好吃的，烤洋葱是牛肉吗？是牛肉，是牛肉，黑胡椒牛柳，来200块两个，你冲阿回啦，来200块，你毕竟要付钱呢，来春节了。最后一位喽，来黑胡椒牛柳，最后一位喽。牛柳。哦，阿德伯啊，牛柳。不错哦。哇，大家都领薪水了吗？今天都是1000块的了。来，祝你花帮我垂姐哦，祝你花传统姐妹来哦。来，刚才没有买到意大利面的来。我是觉得你们不喜欢吃意大利面的样子了，我比较喜欢你个比较面啦，这乌龙面哦。富邦一丁啊，富邦一丁。这是乌龙面哦。来200块来，我还没中，我不知道。来200，好像最多是5万块，有吗？来上面加乌龙面嘞，来这样给200等一下，没200啊，公斤呢是10包哦，一包里面是5包哦，所以是10包给你哦，不用200，来8包啊，150来乌龙面，8包哦，没200了，来150块，乌龙面不怕咩啊？哇贝啊，每天乌龙面加好几碗面，不要咩，出来哦。
卖鱼啊，得啦，卖卖面啊。来北包啊，开沙包来。来三个人过来，柯大哥你进来，柯大哥，迄乌龙面我今日包袂掉啊。来八碟十碟，来鳕鱼甲炊者哦。这十碟起等于整台200块啊，都200块来北包啊。200都北包啊。来进来哦，北包啊200块来。来八碟，来九碟，来十碟哦你。来200块来。最后一位喽，来200块来。多好。最后一个人可以来200块。来阿姨袂来。没脚啊，没脚。来阿姨来，其实我话也搞定了。台北台北两百，台北两百等于加倍啊。嗯，搞定啊，台北话者。主题话搁一，搁一首话主题话，以扎打。来，肌肉姐来，主题话要加较紧嘞，剩一首了。来，要加200块完了。阿姨，你搁上以扎冰鱼，减一块，我头好加伊。200的200啊，猪蹄花，你食个啊，其他，足好食，来200好贵咩？这几件小东西你没有吃过，等一下让你们试吃，来200好几包够你，来200块，几包都请你，几包你加来猪蹄花，来200块来，最好两个人先，来猪蹄花200好，都唔捌吃过啊，三个人给200起加来一包肉。100块来，加热最好吃了。来几百块，来200吗？可以用正。来几百块，给我上桌关掉。来，小姐要来，注意啊。变态的。来几百块来啊，毛巾好，你去借啊。你跟他讲。好，我可以跟你上桌交流。没几百块，可以跟你下半身交流。这真的好吃啊，100块你吃不够了。来几百块，猪蹄花几百块来，进来。来，小姐拿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来几百块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进。你要小心，这边不好停车，你要停远一点，你要停远一点。来，够了，够了，朱迪蛙100块，通通有了哈。来，最后六个客人哦，来一包，朱迪蛙一包好，两包一包好，够俗的。来，鸡腿肉卷来，来不用300了，来200块来，鸡腿肉卷来200好，请求这边吧。来200了，请价好起来，鸡腿肉卷，来大哥要来，赶快。200块来，冷八，多少钱？别这样啊！哎，现在缺货，缺得要命，来200块，两个啊！我来讲几条不？200块给你，别七条，别就两百条的啦。小雨怎么聊？最困难。一个九条、十条的啦，没示范啊！一个十条的，来200块。不跟你起价，赶快拼的，来200块来，几个咩？三个人给，这条路全是手工做的呢。来，头前大哥别来，大哥也别来，紧的，五个人给来，这条路全。是用煎的，用烤的都很好，清蒸也可以。来，进来来，气炸锅嘛喝。来，200块一个十二条，12条。来，各位，中等配。来，要吃水饺的来300了。三要吃水饺。师傅领进人。三八我啊。水饺。三八哦你。搁咸套食，搁咸牛蛋，来你啊我的。三包靠油袋哦，你哦，你要一包两包，我是无油袋哦。来水饺3包，来你啊，我都。所以你要250来，赶快。你要对了。个别起来水饺。